愿你的房产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无论什么所在，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，我也伫因中间。只是请咱三个人坐了，上帝所教是咱的十条诫。上帝十条诫第一诫。我以我命令我的兄弟，第二届，他们一定要以了天魔上，无论天地、地上、甲地的水来所为伊，拢唔通做伊的上，唔通敬拜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永远无用论论我的上帝，因为我，我唔怪我会求伊的罪，对伊的。
是体验问题三十天，也是时间第一百零天。体验问题三十天，我摇头看山。我的房产对上主来，是从这里面救助，因为何里发的？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命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灾难。日出日落，上主会保护你。日时日落，日时咱个要三下来共同。